行，你要4点半回来就行，我做饭。行。啊，看谁回来了？爷爷回来了。妈，那我就先撤了，让爷坐那一会儿。啊，行。一个小时之后再。啊，行行，你走吧。来来，快来。哎呀，可热了。哎呀，这我拿走了啊。嗯，这拿干啥呀？拿高水箱冲干净，在外头给大家放玩具。对，就放玩具，来，别抱了，来。哎呀，走。哎呀，那爷爷给你也拿的啊。我谢谢爷爷装玩具。谢谢爷爷。谢谢爷爷。哎，摇，爷不要，爷不要，给爷顶帽，哎呀，顶帽，过两天来吃草莓啊，吃草莓，来再一大葱，来，噔噔噔，走，爷不上后面去，咱们多吃点去，你给糊了点蚊子啊，有蚊子，嗯，有蚊子吗？有，糊了点没事，不多。没有蚊子，我得看活去，我马上就得走一会儿。哦，没事，我看呗。你去吧。胎位，这么胎位呢？这一睡呀、啊，站起来，进去来，爷扶进，你爷推走啊，进去。坐那底下晒过热乎了，没事。哎呦，哎轻点，轻点。来，开车了，滴滴，滴滴嘞，直走，直转弯，右转弯。哎呀，按喇叭呢？哎呀，按喇叭。那玩意不好，也给这样滴溜的跑来。呦呦，把这车好啊，这车多好。哎呀。哎呀，去找梅姐走。哎呀，看撞着球来，撞着球，呦，哎，压过去，球都压过去。还有大车呢，大姚，谦大爷那个阿谦大爷给买的大车还没玩呢。你那玩大车，爷这两天给撞了，嗯，现在有点小玩儿。哎呀，这大大，这不行啊，这门开不行。里边能掩上呢。你锁什么得？里边能锁。啊，这锁。这不晒了，是不是大孙子？这不晒了啊，大孙子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多好啊！嗯。出来啊，你出来走吧。来，爷爷开车啊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，爷爷。来，往这养来。来，你怕拽你看这手，扶子。嗯，他可小心了。知道扶子，知道扶着。嗯。不要吃饭，现在学啥去？嗯。你脸上不闯他，哦，不闯。看奶奶，哎呀，你给买篮球架了，你也不会投篮，你看这球，嗯，那什么呀？大孙子多好，发烧两天就好了啊。好几天了，啊、好几天了，下午他爸说又有点热。哎呀，骑大马，骑大马，悠悠啊。害怕了。不害怕，来，我悠。哟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睡着喽，太热了，咱们进屋玩啊、嗯。大姚，瞅瞅奶奶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瞅着呢，再眨眼一个，再眨眼一个，再眨眼一个，再眨眼。哎，这几个眼睛一个，咋瞅的？跟他妈就那样。哎，哎，我逗着你啊，引起注意呢。
引起小姐姐注意了。啊，嗯，放学了哈。嗯，放学了。你看，啊，要给你球呢。你给我球吗？怎么样，上学？累不累？第一节课。啊，不累。不累。打基础。大基础，对，行，适应就好了，适应过来了，现在哈，嗯，可真是，哎呀，这都是你呢，你知道？谢谢。他说我喜欢粉色啊，哎呀，你知道姐姐喜欢粉色啊？啊，这丑，这丑。哈哈，好，现在还没感觉出来他特别喜欢哪种小推车。哟，你看这嘴磕一下，这边也没哭，皮实。看小姐姐回来了，哎，看小姐姐多清爽哈！爸爸，哎呀，看小姐姐都想你了，哎呀，谈了不少，嗯，看看镜头，看，看小姐书包都没摘就抱你了，来，快来把书包摘，这沉杯子玩具。在国内带回来的，嗯，给买的小鞋，嗯，那丑呢，你瞅看小姐姐吃冰激凌去了，不嫌冷，回来就吃冰激凌，啊，都吃冰激凌。终于想起来我了哈，那笑的，哎呀，看小姐吃冰激凌馋了还是？啊，笑。啊，羊脖丑，羊脖丑，也不是不多，我都是那种大作业，就是啊，转过来就看见了，转过来就看见了，啊，小姐姐都吃冰激凌，不嫌我冷，出来了，给爷爷再见，再见，哎，爷爷，真知道，大孙真知道，哎呀，哎呀，再见。妈妈再见，嗯，给爷爷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哎呀，再见，啥都知道，你这懂事了，大孙哈，啊，高兴了，哎呀，那羊玩的怎么样？哎呀，给你来点零食，来点。啊，哦，小零食啊！哎呀，小零食啊！啊，你吃这雪糕啥味儿？这个雪糕啊，它还真不像冰淇淋的味儿。这个雪糕就有一种里面加了什么菜的那种味道，就好像有一种青胡椒、花椒似的那味儿，啊。对对，有一种香菜还是什么的味儿，啊。那个德京能不能吃惯？佩德吃两口不吃，他说味儿怪，吃不惯。我吃还挺好吃的，大姚啊，哎呀，吃好香啊！哎呀，你也吃小食品呐？拍手，大姚拍手！哎呀，吃开心了哈！哎呀，拍手，啥都知道了。